今日程潇的一组机场私服照曝光后，网友们不禁点评道，程潇裙子真显瘦，左边剪一块露出美腿，走起来摇曳生姿超抢眼。不要光看程潇前面背部也是充满了搭配小心机，背部中间还是镂空剪裁，增添了丝丝小性感，而后摆处挽髻的蝴蝶结又摇曳出几分甜美的少女风，充满了个性化的腔调。程潇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经典的黑白配色，却是极具气场。上身穿了件白色短款上衣，还将下摆系上了活结，打造出与众不同的造型感，秀出小蛮腰，带来几分轻熟意味。程潇穿着的半身裙也是非常显个性，长长的裙摆偏偏在大腿处开了叉，显露出内搭的打底裤，秀出长长美腿，着实吸人眼球。脚踩马丁靴，行走带风，凸显出程潇的强大气场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